让我们一起来干扰中文系学生写国文吧。各位客官好，欢迎来到保利龙中队。我是萤花，我是麻雀。今天我们要来写我们在去年承诺大家的会考。这次呢，换一个人要来受苦受难啦！哇，为什么说是换一个人呢？因为之前在统测写考卷的是我，当时我真的写得超级崩溃。有兴趣的客官可以看这里。但是呢，现在风水轮流转，哎，就换我要来写考卷，然后我呢就负责在旁边干扰萤花。同时，这次也保留了上次美好的传统，它叫做快乐十分钟。没有，从现在它正式改名成死亡十分钟。死亡，不管，总之快乐十分钟的意思就是，萤花每过十分钟就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挑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萤花在被干扰的情况下，国文会考到底可以拿几分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开始，我们先来问一些基础问题好了，就看你有没有在关心我们频道。我们频道最新的一部影片是什么？我剪的。不行，你要回答片名。哎，没有，我们这部影片上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就已经换掉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频道最新上的影片就是这部影片，会考国文课。我们频道现在总共有几部影片？这是基础题耶，你不能不知道耶。你以为你是哪个市议员在问政吗？林议员。我们来玩猜谜好了。阿拉丁有几个哥哥？九个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阿里巴巴。那你怎么没有想到甲乙丙丁的？所以他有几个哥哥？三个。很棒，居然会算数了呢。老虎的名字叫什么？泰德。他叫丹丹。你要问为什么啊？作为中文系的，必须要有求知欲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只有中文系才需要好学有求知。对，所以你要问为什么啊？因为虎视眈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现在我们要进入开心的、令人兴奋的快乐十分钟。这次的题目是答非所问，请回答和题目完全不相关的答案。接下来写考卷十分钟都生效，答错一次加十秒，答错三次答非所问自动结束。我不懂。例如冰箱里面装什么？然后我要说猫那天浪费了。你什么星座的？这杯奶茶很好喝。你今天想要去哪里玩？跋山涉水，览遍自然风光。跋山涉水就有关了。你觉得今天会下雨吗？不太那个。我希望我们去潜水的时候啊，可以看到沙丁鱼风暴。你猜你爸现在在干嘛？闲暇游逛人间，聆听天籁。我觉得有点相关呢。哪里相关？你爸现在在干嘛？闲暇时间游园里。压力。你觉得现在会考难吗？不难。好，答非所问时间结束。他根本就是故意结束的。来猜你吧，鱼与熊掌要如何才可以兼得？都杀来吃。我们来玩心理测验，你是攻还是受？好，那我先说我是攻啊，我们看看测出来会是什么。先立个 flag， 然后我们再来测一下。不错哦。一个聊得比较多的同性网友来到你所在的城市出差，想和你见面。聊到高兴处，对方趁着酒精亲了一下你的脸颊，你会一回亲一下，二三开。这个人正吗？他没有写，你可以自己想象他正不正。想他好。你是瘦，个性终归是文静的、内敛的，你的热情却只存在心里，而且还是个弱瘦。我是弱瘦，他明明写的、啊，他刚刚立的 flag 是请看 VCR， 我现在测出来的结果是。瘦，他也是个弱瘦。我以为我是强攻哎，女王类型的。你有哪种迷倒异性的特质？开始，生理期能够坚持不喝冰水吗？我帮你回答，不能。自己睡午觉的时候被同事打扰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继续睡，不睡了？没有杀了他。你有哪种迷倒异性的特质？结果是，率真耿直。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次的快乐十分钟。来，第二次死亡十分钟。为什么又是两张的？题目是三张的。题目是舒尔特方格。请依序用手指指出一到二十五个数字，并诵读出声。花费时间乘三加入答题时间。开始。一、二、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我觉得很智障耶。十三，来，姐姐跟你说十四。好，我们来讲十五哦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有知道姐姐在讲什么吗？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十五。好，三十九秒。情路上受到多少磨难才有真爱？好，开始测验。如果你是个学生，老师当着全班里面批评你的内心感受是惭愧、伤心、愤怒。嗯，惭愧、伤心、愤怒。和比自己富有的人一起旅行的表现会是以下哪一种？装大方，有的时候等着沾对方的光，各玩各的。各玩各。你最有办法就是干扰我的，就是把猫抱过来放在桌上，然后就自己去玩。情路上受多少磨难才会有真爱的测验结果是一次，只要再多受一次磨练，你就会懂得该如何去爱，才能得到幸福。哦，那赶快来啊！招式找招式。哎，你会单身多久？好，就是要测试。你经常为自己定制一个计划并完成它吗？几乎没有，是的，并且按计划行事，想着很多，但难以遵照计划进行。就有这样吗？偶尔会想并完成。嗯，偶尔会想并完成。你不要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他干扰你，你就他会不开心。你还会单身多久的测验结果是一年以内。现在是我们第三次的快乐十分钟。好，来第三次死亡十分钟。开心个屁啊！抽到的是跳舞，请先转十五圈，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心跳圈，两边起来转十五圈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帮你什么关系？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十五来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个动作吧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。你的恋爱技巧等级有多高？好，应该是零吧。你认为自己调教恋人总能成功吗？不成功。如果成功还会分手吗？谈恋爱你一般会投入多少感情？五十、八十、百分之百？我觉得我的内心是百分之百，呈现出来可能只有五十。好，中间五十就挥发了这样。你的恋爱技巧等级有多高？结果是最低。我跳最低吧。爱情中的你应该像恋爱前那样去聊对方，他才有可能珍惜你。没有，我不知道我恋爱前做了什么，他们怎么会喜欢我？是什么阻挡你的异性缘？朋友不开心时，你会很夸张的逗他笑吗？不会，我要放松。你觉得星空可以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吗？可以。如果飞上星星，不用再多说。是什么阻挡你的异性缘的测验结果是太被动。其实你不是没有异性缘，知不知道？那就来。现在我们进入第四次的快乐十分钟。我们抽到的题目是唱歌大赛，听歌词猜歌，需答对五首。你又要加入答题时间。那这次我们就不加了，好不好？你就猜对五首就好了。不开心，没办法嘛，考试就是这样嘛，总是会有一些让你不如意的题目，你要怎么办呢？要坚强的面对它。再让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，我不想去触碰你的伤口的疤，我只想先停。斑马，斑马。读进化论，我们战神叉叉叉，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。我记得这首，可是我忘记它的名字。我把那一句有歌名的再念一次。读进化论，我战神叉叉叉。然后呢？
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，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。魑魅魍魉要吗？可以讲一下它背景在哪里？只有那沙漠骆驼。对。为什么蒙娜丽莎不是一头红发？为什么你在看？内地音乐。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都已去年不拖不欠。终于找到你知道的歌。你的所有社群软体新加入表好友，你会主动打招呼吗？不会。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是否会发现是动态在 IG 上？会。不是猪队友嫁好老公的指数有多高的测验结果是58%。那不就会跟不会吗？你适合养什么的宠物？要不要来测一下心理测验？猫。如果测出来不是呢？那就是心理测验。从生活习惯透视你的前世是谁？假如你正在公园游玩，被跑过的调皮小孩踩脏了你的鞋子，你会？哎，乖小朋友，下次一定要注意哦。乖小朋友，下次一定要注意。夏天来了，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你会游泳？游泳。好，从生活习惯透视你的前世是谁的结果是？陶渊明。现在我们要来第五次的快乐十分钟。第五次死亡十分钟，我会不会写到一个半小时？唱歌，一边写一边唱。一水果，二器官，三交通工具，四名人。歌词里面有提到就可以了。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甜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唱唱跳跳在一起。你是我的眼。带我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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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我的眼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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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造飞机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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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让我们飞。好好，给你过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没开始哦，刚不是说一边弄一边写？哦，对哦。刚刚的快乐十分钟就这样结束了，我觉得非常的空虚。然后下一张是超音画的，非常的简单。我觉得你应该还要再准备下一张。我也这样觉得，好烦哦。再下去拿纸。我们继续来心理测验。哪一个瞬间会让他想和你分手？好，这其实不用测验，我可以自己讲。好，你自己讲。做不到承诺。例如？哦，是他承诺我环岛啊。哦，他那时候跟你说他要跟你去环岛。两个都承诺。我那时候好像也这样跟你讲。我们也该测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写完吗？没有写完，我中间有几题，就是因为你太吵，我就跳过。好啦，我给你给他认真写，我要来做这个。我就在做什么，还是可以一边聊天。十分钟到了，我们现在要来第六次的快乐十分钟。抽到的题目是，请说出五个自己的缺点，再说出五个你早抽还会麻雀的优点。五个自己的缺点，会迟到，早上起不来，有起床气，长得太矮，不喜欢洗衣服。还有五个我的优点啊，课业好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我绝望哟。我知道他有一个优点是什么，他在海里面能把他的那个领巾带上去。好，头很小，这是一个优点。那他家白色衣服，白色 T 恤很多。喜欢喝奶茶。好，我觉得这是优点，给你过。还有一个，会帮我买好吃的早餐。哦，太棒了，剩下的都是文言文。
这是我们第七次的快乐十分钟。喜欢保养中队想出五个招牌动作。保养中队 nice。保利龙中队是一个最快乐、最活泼、最优质的五福频道。一个，一起见证龙的成长吧。两个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保利龙中队的频道。你根本就是在用现有的。现在让我们进入死亡十分钟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西湖 ，Let's go！一群人拿鸡蛋砸枪，猜一个成语。我不知道，又有蛋又有枪的，这感觉有点色情，我先不要说。枪林弹雨，很色情吗？这样我们还能干嘛呢？有什么是适合问的问题呢？我们来聊聊第一次见面的话题。例如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可以吃午餐吗？没有。还有，他说要从身上的道具着手。例如，你现在在写会考吗？你为什么要写会考呢？因为我脑残。我是第一次见面，也不要这样这种题目来问我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聊天的人。我现在才七十几分钟哎，我就已经阵亡了，已经想不到话题了。也不会跟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不想理你的人，然后硬要跟他聊天，他要七十几分钟啊。然后我们来进行最后一次死亡十分钟，然后是猜数字，是猜数字。一到一千，猜一个数字，时间加入答题时间。五百，小；300，小；100，小；50，小；10，大；20，小；15，大；16，大；17，大；18，大；19，对。总共是17秒93。我再下去拿纸。哦，我想到一个大挑战，虽然也很烂。但是就多多包涵吧。你要写完了吗？没有。现在已经不想打扰你了，只希望你快点写完。好了，银画花了89分，又24秒写完了。你不可以去前面挡着。银画花了89分，又24秒写完了会考国文科。然后他刚刚有错了3题，要加1分半。刚有一个游戏是17.93×3，所以我们要加2分钟又24秒，总共是91分钟又48秒。那我们现在来改考卷了，答案在我手上。国文科朱 A 朱 C 朱，第六题朱 A C B A， 第十一题 A 朱，那干怎么会写错 ？C B C 对，第十六题 C 朱 B A C。第21题 ，A B A B B， 第26题 ，C C 猪 C C， 第31题 ，A B 猪，第34题，猪 A。第36题 ，A C B A 猪 ，C B A 猪。第41题 ，B 猪。第43题 ，B 猪。第45题。C B A B， 那我们现在进入检讨。好，我刚刚就是48题，然后错9题嘛，写了91分钟48秒，然后这份考卷只能写70分钟，耶、yeah ！我们是来破世界纪录的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在写到有些题目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傻眼，
就是第二十题啊，放图，他竟然有这个地理题目，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傻眼，对，我觉得这有点让人生气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写到题主题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放图这种一整面 A4 全部都是字的，然后旁边有一直在跟你讲话，这真的很打断思绪，就是你看一行，然后他就讲一句话，然后你还要回应他。然后我们这次的心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两个干扰人的功力都不错。谢谢各位客官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，请订阅宝玉龙中队的频道，一起见证龙的成长吧。下次再见，这是最后一次这种企划，再也不会有了。好，所以这种企划没有下次再见，但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的考试。对，客官拜拜。